你干什么去？兄弟，让我进去看看我儿子好不好？我们队长已经进去替你找了。不知道，但是没有听见枪声吗？是不是狗他出事了？给我醒醒，队长，给我下乡，兄弟们！站住！队长，你在这里守着，我到那边去看看。队长，还是让我去吧，少他就废话。是，给我打！够打，不怕。出事了，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哎呀，你别进去了，我们这么多兄弟已经进去了，现在进去只是添乱，你会害死他们的。害死他们，我就想看看我儿子。我求求你了，你放开我，你让我进去。你现在进去只是送死啊！死我要进去。不怕，狗蛋。不怕。他是狗蛋，对呀、啊，喜春的儿子，是，跟我走。去，抓住那个游击队员，快点！哎，走！放开！你去吧，你死我也管不了你，去吧。哎，你还真去啊？给我追！快！住下！走！大军，给我追！开火！快撤！走！走！走！撤！站备他们！走！快点！我的狗蛋呢？我的狗蛋呢？狗蛋，狗蛋呢？狗蛋到哪儿去了？你找到没有？找到了。队长。先撤，我来掩护。好。我的狗蛋，走，快，走。把这些土八路全部消灭掉，一个都不要放过。是。小鬼子杀来了，赶紧逃吧！啊，逃！快逃！快！快！队长，快起走！逃！快！兄弟们，逃！吴喜春，带着你儿子和男人赶紧走，这里交给我们。喜春，赶快走吧，这里太危险了。你个怂包，人家是为了救我们，现在人家又受了伤，我们怎么能说走就走呢？朱队长，我留下来跟你一块打鬼子。滚！吴喜春，要是不走的话，我们都得死在这儿。喜春，赶快走吧。你会被他打死的！你给我闭嘴！三头，你带吴喜春走，其他同志留在这里给我阻击鬼子。我不走。在
再不走，我一枪崩了你！放了我吧！快，看看两边。好了好了，我走，我们走。队长，让我留下吧。要在给我听着，你要是活着出去，我重振霸山游击队。走，谢春，走啊！陈元军，你被选死了吗？大哥，我解春已经跑了。小兄弟，他们不会有事吧？别说了，快走吧，快快走，快走。该丢下你一个人，都怪我，是我害死了朱队长。要不是为了救我们，朱队长就不会牺牲了。不是因为你，那么多兄弟就不会死，都为了你这个臭女人。哎，你不能杀喜春，走开，走开。三头兄弟，你要是杀了我，朱队长能活过来的话，那你就开枪吧。哎，三头兄弟，这是干什么呀？我要和朱队长去地下见面。你傻呀，这子弹是杀小鬼子的，你对着自己算什么本事啊？杀小鬼子？你看看兄弟们都死了，就剩下我一个人，怎么打穷鬼子？这不是还有我吗？你就凭你？向头兄弟，我知道朱队长是因为我而死的，你放心，这仇我一定会报的。报仇？哎，向头兄弟，你干什么去啊？给朱队长报仇，跟小鬼子同归于尽。哎，你不能去，你现在去就等于去送死，那朱队长不是白白牺牲了吗？
钻头兄弟，你想想，朱队长临终前是怎么跟你说的？你相信我，我们俩一起把巴山游击队重建起来，我们一起打小鬼子，为朱队长报仇雪恨。请相信我，好不好？啊！我就再相信你一次。好。